看能不能人塔合一。北川已经率先刷完了三组野猪过来抓中，闪现拉，再看这一刀能不能飙到，有了豹女的额外突击距离，而且这里已经被杜云碧给粘住了。最后北川选择哎没有选择交闪，第一时间去跟，给了小东北加一个抓一个闪现来，但就是打野这样考虑也不能说他有错吧，因为他的闪现还是很珍贵在前期。哎呀过来惩戒好像是北川惩掉了，但这一标是空掉了。莉莉亚反手想要看 PPK 能不能控住，碰到杜云碧以后一个轰拳打了很高的一个伤害，刘金松也是直接过来先把对面的人给推开，但后续这个位置好像不好走了，最后是用闪现来躲掉御铁树。这边对哎，这里正在看有机会，石头人先放着不刷，正面的钩锁已经打到了二段角，也把诺克人想要压得比较低，砍南这个位置可能要交闪现了，交闪现来躲一个外圈 Q， 外圈 Q 跟一技能都打到，无下平 A 配上被动的一个 DOT， 最后防御塔哎，剩下二，所以说这一波豹女半血没有选择直接来下，上路又来了，好残了，这一波海克斯最后终结做住了，没有机会，而且连六级都没有上，大招区我的担忧是发生的，对，就没防住那波两波 gank， 那这一波中路交大招劝退，但还是被拉了，这一波没闪现的小东北确实他取消大招的移速也是一样，从一步就是走到了万丈深渊，但是又来抓了钩锁叶兰瑶，真的这波有万雷天老影拉开，有连小东北都给赶到，但小东北这波大助技能没有打到，没有抓到助攻，反倒是北川扑上来直接给他一顿猛打，现在剩下三成血量。这波其实刘金松必要去看一下对面双人组的一个位置，哎，但是眼被清掉以后，闪现直接吸两个人，反手牛头控制一下，小炮第一时间跳着在卡莎也跟过去，但是牛头这边顶了一下，把卡莎顶到了塔下，但最后林伟翔还是倒在了莫尔的伤害之下，头顶到了防御塔下，先扛到这个防御塔，被迫把闪现给交出来，但他还是扣了一个治疗的。来看一下这一波闪现御铁树大招急用，直接吸起来，再加上一个灰刺暴盾以后。后续圣枪洗礼加上闪现的一下点点，先锋要拿下防御塔的难度还是比较高，对，是镀层，这波毒阴币也落下来了， V5 其实下半部是少人的，微微是在自己的 F6 的一个位置，要大就有机会来开打先手，正面探位官司抱进去，但是卡莎立刻利用自己的大招弹点位置，闪现一个一技能拉到两个，但轰拳并没有打出太高的一个伤害，微微已经从河道的左已经从左边赶过来一个 Q 闪睡到了三个人，但是后续对面凯南下来一个大招也是直接垫了对面三个人，自己先被莫尔给激活死掉，又看一下后续的一个团战，再看到 PPK 的二手一个进场给到了后方双射手的一个输出空间，小东北这波点点，但是轰拳的伤害也很高，豹女扑过来找小东北，北川顺利的收下一个人头，但是狼堡后到以后有机会收下两个人头，一个 W 闪好像画面上面感觉应该给到减速，但是刘青松感觉并没有吃到这个减低移速，所以要看下一个钩锁好了没，好了那应该哎，但是有小兵，刘青松最后一点蓝用了一个 W 技能位移一下，狼堡还在追，看一下战术横扫一秒钟过好点一个赞，这个战术横扫减速到那人应该是没办法走了，还有一个爆裂球我还在挣扎，哇这个位置一个人慢慢玩，因为我们可以看他跟凯南的装备差距非常的大，反过来就踢一脚你也没什么办法，哎呦这波想杀了，凯南已经感受到杀意，回头一个大招，但是狼骑这波并没有吃到防御塔的一个仇恨能力，而且本身这波过来了，暴力果实下来看到狼骑的一个位置，但他也知道要抓这个西装影难度非常的高，哎，在勾手的过程中吃到这一标，是，但是两个不一样的切，小炮对比较小啊。哎，这波上路闪现一，想要看北川这波，包含林伟翔赶到有三包一，小东北这波应该是反应不及，闪现没有交，最后就选择不交了。这个交闪也是拉不开安全距离，就是现在再发育一下，等待第二条小龙。哎，我把轰拳用掉啊，这波轰拳用掉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假动作，因为我们都知道射体的一个大部技能，即使你对要来了吗？来了，从后面绕了一下，小兵量不是很多，闪现直接强开，但是有一个金身加大招，小兵已经被清空了，但是瑞尔还是可以扛比较多下的防御塔，但被最后被换掉了，那这波看起来好像也是苗苗给逼出来了，对，因为现在 Nogari 离自己的一个金身可能还是差比较多的一个钱，豹女过来想追刚清开，这波对中路压力、哎、大招先调整位置，但是还是没有脱开距离，闪现完以后被牛头跟闪，这波 trigger 前面感觉有点神闪了，倒在了刘青松的一个点火之下，看一下小东北的后续位置，圣家奇力但是已经被逼到了一个绝境，林伟强点掉了这个人头，太微观之进去以后还是最终坐下来，但是这边还有凯南的一个天雷，同伴这波有机会打出完美团吗？现在一个人都还没有阵亡， trigger 是选择第一时间利用 R 技能拉开一点身位，他没有选择直接交闪，所以后续给到了刘青松一个第三条小龙，这波感觉有点不小心，嗯，是看到你有人的一个情况下，但是可能考虑到身后有莉莉亚，你不敢强行跟我开，他
他最好的处理方式应该是看到Twin B要直接闪现，就是他不能被一技能给拉近一个距离，然后包含小东北过来的一个位置其实是跟队友被区隔开来了，然后后续所有人挤在这个 F6 上方的一个，先手开团的一个时机的话其实还是会被点的，但青钢影还没到，反正是对面的赛前灾难，但一技能好像没有拉，因为轰拳伤害还是有打出来的，后续开了一个金身的是莉莉亚的一个微微，但这个位置被牛头二连起来直接被小豹给秒掉，徐哥在旁边艾卡西亚暴雨疯狂的在点，但全部都是打在了开大七大招的牛头身上，狼骑那边终于是绕回来了，但上路的水晶是已经被推毁掉，方布拉直播还想要直接来白啊，双子星塔左边的双子星塔直接被爆炸火花给炸掉了，小东北这波回到泉水里面，狼行进来想要拖延一点时间，但自己哎出来的时候刚到沙拉就进场，那个牛头瑞尔林玉大进场一技能爆的相当的一个不错，凯南这波大招没有电出来，是打了一波亚雷，后方区克直接找到一个屠戮的一个机会，收掉了 double kill。对，因为如果顶上去甚至能把第二个梅亚塔给顶着点掉的话，那点水晶是很简单的，对他们来说其实前面这边都是打得相当的不错，这波拉扯回头了，因为看到东西并没有开特别好的情况下选择先去处理掉这个莉莉亚，莉莉亚这波其实也是反手想进场然后打一个 QR 金身对吧，金身起来没有闪现肯定还是要等死的，但这波莉莉打下之后其实双 C 还在，牛头这边是把哦，其实也不能怪牛头、牛头爽卖自己，他知道瑞尔这时候进来其实更毁天灭地，但是后续 PP Guard 是被顶走，再交闪现拉回刚刚等于被顶的一个距离以后，再利用自己的一个御铁术进场。对了，因为他可能就再一级，对于现在还没有法穿帮。对，对于 Nogri 来说，他想办法先拿三级的一个大招，他现在应该是十五级。对，下路踢了一脚，这个位置想开。哎，跳过来的，哎，隧道的是好像是林冠祥，林冠祥这个位置感觉有点危险，狼进过来直接找他，把守护天使给打了出来。某的身上轻敌扫过去，后方区隔的位置有点危险，被 Nogri 给找到，这个位置两边的 AD 应该都是要被杀了。但林冠祥这边，哎，林冠祥没有倒下，反而是收下了对面的一个中单小东北，以后最后被狼行给找到，看一下狼堡能不能把这个残局给打赢，再一个二踢脚把对面给收掉，要一个勾手过去，但有一个爆裂球火，这个爆裂球火等了一下才把三个人给弹开，然后找到了把小东北给击杀的一个机会。但我们还是说青钢影这时候的战斗力太强，怕对面有点蹲点，再一标两标都标到了，但小炮不在，打得有点慢啊，第一时间是现在小炮赶到以后，这个大龙的血量开始进入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掉血，但是正面有没有睁眼插进来油，所以现在 V5 是完全知道大龙的一个血量的，但是微微这边没有爆裂球果，没有闪现，只能从正面进来，龙应该是没办法抢了，看一下后续的团战能留掉方不杀死人吗，这波方不杀死指挥应该是选择撤退，牛头过来一个 Q 技能好像是空了，后续青钢影第二时间的一个进场，两边打成了后排直接被绞掉的一个局面，方不杀死现在撤退的人员还能保留几个龙种，青钢影这边已经开始乱杀了，又是一个钩锁进去配合虚空锁敌，虚哥这波也是斩下了一个 double kill， 还要追，但是 Nogri 毕竟是可以从侧门利用一技能拉开，但是倒下的三个人 V5 虽然掉了大龙，但有机会拼一波啊，是这感觉要一波了，因为手藏能够推就清线的双击都不在，现在直击位都不在，少了一个小东北，而且正面来说的话其实几个人状态都非常的不错，现在都一定要去扛一下这一波，卖自己好空拳，对面没有大龙 buff， 这个小兵能清干净吗，后方凯南是直接被狼行给找到机会， Nogri 在后方被直接击杀，要一波了，这个小兵并没有清掉，所以 V5 可以顺利的一波以二比零拿下了 FunPlus， 守卫了深圳主场的一个尊严，我们恭喜 V5。 哇，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我是主持人小玉，恭喜深圳 V5 赢下了今天的比赛。现在来到我们赛后采访的是 More， 先来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V5 东南小东北。欢迎小东北，熟悉的打招呼的声音啊，终于很甜蜜的获得了久违的 BO3 的一个胜利，现在感觉怎么样了？就好久没赢了吧，就第一不是赢了之后就很开心嘛，因为粉丝也特别多，每一次来到深圳主场的时候，我都觉得真的深圳的各位粉丝们非常非常的热情，在拥有了自己的主场之后，拥有了这么多属于自己的粉丝之后，每一次听到他们的加油呐喊声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在想什么呢？就挺开心的嘛，有主场之后就打得特别有底气，就打比赛的时候，但是最近输了很多，就赢了就贼开心，有那么多的粉丝们在为自己撑腰，自己也会打得越来越好。那聊一聊比赛里面的问题，因为第一局的时候你是选出了 Nico 嘛，我觉得这个选择好像非常的灵性，而且出场率也不是特别的高，是想到了对面会选出万豪中单这样子一个选择吗？就最近就打排位玩的贼多，然后
我们队玩我们队是就第一把阵容是开团的嘛，然后我就选 Nico 了。今天的整体的一个战术布置好像一直在针对上路的牛宝，不管是第一局还是第二局选出凯南还是什么，不管一定是中野上三个人去抓牛宝，为什么今天会这么针对他呢？因为他玩的英雄都是比较那个叫啥来着，比较偏近的，就什么凯南呐、啊，什么这那，就比较激进，就一直要压别人的，然后只能去抓他。如果他在前期发育不起来的话，其实在中后期的团战也是发挥不出来的。那么下面一个问题要问到的，因为今天你们整个团战都是打得非常的漂亮的嘛，在第二局的时候你们在下路其实当时是想用对面想用峡谷先锋来集结一波团战的，他们是四个人先到了，但是你们通过不停的拉扯等待队友的一个支援，反而打赢了那波5v5非常惨烈的团战，那波是怎么去拉扯的呢？那波就看对面人很多，就跑呗，跑了之后就他们上的比较急，然后脱节了，然后我们就等我们队友到了就能打过了，因为在我们防御塔下。在防御塔下的话还是多了一个队友的感觉。那么第二局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看得非常的惊心动魄的感觉，前面你们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优势，感觉怎么打都可以赢，团战也是有优势的，但是在 F6 那里好像出现了一点点的小失误，那个时候你们是怎么想的？我们就也没啥想的，就那都死了，就慢慢来吧，就收家先。所以在那一波对面想要在高地上拆你们的防御塔的时候，怎么就是人少的情况下还打赢了那样一波团战，然后实现了一个绝地大翻盘的呢？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就辅助说看我看我看我，哇四个就喊，然后就所以就队友之间互相打气，然后去尝试操作了一波，还是给操作赢了。那么今天其实小东北也达成了自己的一个 LPL 我们200场的成就了，打了这么多的时间了，不知不觉当中觉得自己有哪些变化呢？越打越稳了吧，就刚上来打的时候就一直死，现在就好点了。但是不变的还是小东北一直给我们带来的快乐。那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年后的一个比赛都是比较魔鬼赛程的嘛，下一场又要面对到 IG 了，在后天有没有什么想法？对，22号要打 Lucky 哥了。希望 Lucky 哥就手下留情，不要杀我。好的，也谢谢小东北来到我们三五采访的环节，再次恭喜你们赢下了比赛，让我们把镜头交还给解说席。